今天在百度的 APP 上呢就已经有直播的频道但是呢我刚才讲就是我们是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核心的这样的移动生态，目前的直播的内容也主要是知识类的，包括我上周呢其实有过一次跟樊登的这个直播就是对话式的这种直播，主要是介绍一些我过去看的一些书，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这些书的内容这类型的直播呢，百度现在已经做了不少了。那么从功能上讲呢，我们也支持直播带货未来呢也会逐步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带货的直播在百度上出现我觉得还是百度这个平台要来承载直播带货的这个功能吧。至于我个人呢，倒不一定非要通过自己来实践来推广这样的方式，这个方式其实已经很普及了那么我们更多的是要在功能上进行提升，要在生态上呢让这个真正直播带货的人能够在这儿产生这个交易，能够获得利益。